觉得我最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天天会打扫。我也是，真的，我家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干净。然后，但这次疫情让我最感到成就感，是我把我家的那个抽油烟机整个拆下来，然后连里面都刷得很干净，用螺丝把那个盖子都拆掉。对，然后你还要上网，就是看 YouTube， 就是你要怎么拆解，然后再怎么把它装回去，然后就是有一种连你平常没有办法注意到的地方。都注意到，然后我也去刷了后阳台，就觉得家里好像就是焕然一新。平常可能只能拖一拖、洗洗地，我连铁窗都洗了，我还没有点危险，有点危险，不是我洗纱窗。我很喜欢这些，就是图腾，对图腾，然后它的质料非常非常舒服。对，那其实我这一套很特别，是它有全身的，对，它叫 long jump， 它就是从脖子到腿。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我，就是因为我很怕冷，知道吗？对，所以出国如果有一件这个，其实在台湾这种就很有安全感。对对对，就很有安全感，然后也不会怕那个。我现在这样稍微折起来就不会看到了。嗯，对，嗯，都觉得很可惜。我其实我很喜欢这一季，就是它有很多元素是男生女生的元素，它把它混搭在一起。嗯、像柏宏现在穿的这套西装，刚刚我也穿了一个是女版。嗯、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元素是雷同，可是它却有一些小细节不一样、嗯、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真的穿衣服就是很喜欢有中性元素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一季我觉得就是非常符合我自己平常穿衣的风格。然后但像现在我身上这一套，它就是在中性里面又稍微比较女性剪裁一点的这一套衣服，因为它还是宽裤，还是有男性的元素、嗯、可是因为像 Prada 我们都知道它的 DNA 很多就是三角形，所以包包上面也有三角形，然后我的手它上面也有这个 DNA 在，然后包含我胸口的剪裁，你这样看它其实也是一个三角形藏在我的剪裁里面，那包含到我后面的就是异材质的拼接，它其实也是有三角形的元素在里面搭配的，所以这套也是我觉得在设计灵感上面有非常多小细节是值得我们去从里面就是挖探他们的就是 secret。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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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所以这两套其实都蛮多是我自己很符合平常自己穿搭的时候的样子在里面。